欢迎来到 Flux Katie 凯蒂瑜伽。我今天邀请了我的瑜伽好朋友 Alicia 老师，然后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，叫做是双人的核心练习。对，然后我跟 Alicia 老师的缘分很特别，我们的小朋友是幼稚园同学，然后现在都已经小二了，对，就是同班的。然后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一直保持像老师一样厉害的腹肌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做双人的锻炼。然后如果你是在家，你可以找你的可能另外一半啊，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是住宿舍，你可以找室友然后闺蜜，然后一起来做今天练习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我们第一个动作啊，就是一个人会先躺着，然后上面的人帮忙，然后你的脚会踩在他的耳朵旁边，好，然后保持一点膝盖微弯，然后让他的手来握住你的脚踝，然后提醒他把手肘夹紧，好，然后准备好以后，你自己肚子也要收哦，好，来，脚给我，我们先从右边开始推右边，然后推中间，好，推左边。再一次右、中、左，好，我们回到中间，然后去右边，好，然后下面的人应该要注意的是，就是背不要浮起来，感觉他的核心非常有力，可以推这样久，感觉一点都不累。下面的人就是维持，尽量腹部要贴向地板，对，然后你看他也可以讲话，然后。好，我们再做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完成。然后交换吗？交换了，交换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就交换。肩膀要稳定的在地上。OK， 那来喽。好，有点累，慢慢来。好，开始。脚抬，要先去。好，我们先往正前方。好。右、中、左、中、右。啊，好累。加油，左。平常上课都在跟同学讲说不会不会不会累，然后但其实自己都很累。左、中、好、右、中、左，我现在可以随机吗？可以可以，我随机哦。好啊，随机很紧张哎，这是一个很紧张的活动。随机就是我随机把你的脚抛出去的感觉，轻轻的啦，轻轻的。对，好，最后三下，三。二，哎呦，好随机哦！好，很好，耶、yeah ！好，然后我们接着要进行第二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是棒式。对，这个很有趣，我也觉得还蛮有趣。考验默契。对，就是如果，而且其实做越慢越累，对不对？对，越慢越累。好，快的反而还好。那我们要数几个？数二十下。二十下。好。然后棒式的重点就是你的手肘跟拳头要贴紧地板。好，我们一起把脚往后走，稍微抓一下距离，不要让大家头叠在一起，然后肚子收。好，准备了吗？可以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还有下半身不要晃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哎，好像还好，但是确实棒式、哦、有替代式，替代式，对你做个替代式的时候，我们尽量让，我们尽量膝盖还是在那个有支撑的垫子上面。好，你做个替代式，大家看看。然后膝盖放在地板上，脚可以交叠。一样就这样子，但是肩膀跟躯干是稳定的，所以也是一、二。然后像好像有些人在坐，只要膝盖跪地，他这边就会塌下来，或者是腰会塌，所以你要还是要保持收的状态。收的状态。
对，这样还有练到腹肌。对 ，OK， 好了，第三个动作，我觉得第三个动作很好玩，很动态。我们要把两张垫子并在一起。觉得这个更考验默契耶。对，因为如果那个默契不够好，会过不去。好，然后要准备到的位置是屁股叠屁股，对，应该屁股会在同一个平面上差不多。然后手会穿过脚，我们先，然后我们先躺下，好，大概在这个位置里面。好，所以屁股跟屁股会在一起。好，准备了，我们做几个？做20个。好，20个，准备吸。然后屁股就放，然后一起吸，然后吐气的时候放。3，这也用到4，很多核心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们有移动吗？11，好像对。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越来越低，18，19，还很高，20，唉，刚刚说不累还是会，还是会累啊。好，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动作，最后一个动作我们刚刚说是什么？就是啊，对，很像是船式那样。对，然后像蛮多人坐船式，他可能就是有担心说脚抬不够高，但这个船式就比较还好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就是把 focus 放在腹肌，然后脚好，我们现在做给大家看。低的船式，所以脚其实不需要太高，嗯，脚只要是低的就好。然后靠近自己的时候膝盖弯，然后不要戳向队友，不要戳向 partner。好。然后我们的手会在你的臀部后侧，然后手指头朝向自己，好，胸提，肩膀下，然后手肘可以微弯，然后屁股大概会坐在坐骨和尾骨中间那块的位置，好，眯起哦，吸，2，我们刚没有说好做几次，4，一样20好了，好，8，9。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好像还好。有感觉吗？我有感觉。一点点，我觉得刚刚前面那一 part 累到，我觉得这整个套做起来应该还是会，有些人可能看感觉好像我们做的很轻松，但其实腹肌蛮酸的。对。其实讲话还是会喘。对啊，然后就是，你平常自己在家还有做什么核心的锻炼？除了这个，核心的锻炼比较多是像棒式啊那种，其实是最常做的。哦，那很多人在讲说他可能一天只想要练一个动作的话，你会建议他做棒式吗？会，非常建议。那如果棒式还蛮多人其实，做的会。比如说塌腰或者是肩膀下那个肩胛骨中间下陷，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，建议是膝盖还是先跪地在地板上。对，所以就不见得一定要一次就做到位，然后就是感觉是错的，然后反而练到比较少。我觉得很重要一点，视线要看向斜前方，不要一直去找肚子，就是不要一直去看自己的肚子到底有没有看斜前方，但是用感觉。身体是挺的，好，所以棒式1分钟，对，棒式1分钟好像还算蛮有效的，就是每天做一下，然后也不会太多负担。你有测试过你棒式做可以做多久？好像没有，我觉得应该可能可以2、3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下次来做一个那个棒式大挑战，然后找大家？我不要汗哦。对，真的是全是，我有做过我自己的极限，大概是6分多钟，
就大概三分多钟就已经疯狂了，可怕了。好啊，我们今天谢谢丽莎老师来我们的节目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，然后找到你的好伙伴，然后练这一套动作。然后如果你想要 follow 丽莎老师，她那边有很多她的练习影片，然后还有一些她就是瑜伽练习的生活分享，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或是这边有她的 IG， 然后我们下面也会有放那个 Facebook 跟 IG 的连接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